前面小助理先给按个电梯，一楼他自己被按了。第一站驻地市场，老规矩，交代地点的元素来一张。老爷子买鱼还挺优雅的。朝日新闻的大楼又勾起了我的记者梦。我在这里等一个上班族和大楼的结合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人和车是同款配色。这种街头暖心的时刻真的很难得。哈哈，人像三要素已经被我完全掌握。这位秃头的大哥对不住了。他们之间的氛围真的好融洽。哎，这里有种艺术家被锁在笼子里的感觉。慕名而来，但是阴天的荒川有点不太好拍。